水上卡。萨库拉蒂。现在我们要先去吃个咖喱。着了，你看看，全着了，怎么办呀？回吧，又回去啊！坐是第一次坐日本的公交车，这是什么？买了个鹿食儿。鹿的饼干，找着，去喂鹿。找着，前方发现两只鹿，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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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鞠个躬，会不会鞠躬？你先给他半块，你给他掰成一半儿啊！没事，你掰呀、啊。乖一点，那个公鹿追着我，好害怕呀！像我们发现另一个规律，没准啊，母鹿就是一个鹿叉标，公鹿就是直男嘛，它奔着吃的就去了。哎，母鹿要拿捏一下，对吧？跟你鞠躬，要矜持一下，跟你鞠躬一下，博得你的同情。嗯，很有心机。日本真的太干了。我感觉换个地儿流鼻血，我也无所谓脸了，就这样吧，在大路上，等它不流了再说。神奇，跟路，勾心斗角到底，找着。一个整条街上最精的一只鹿，那个位置站的真的是太好了，你看吧，哇塞，就站在中间那儿。可以啊，这个日本的睡衣。你们像粗麻衣吗？粗麻衣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给我起的名叫粗布